spark. I know you will try your best. Someday give me a loving home. Make a wish on the stars. We will stay here forever young. I remember the peaceful midnight, missing you because of the moonlight. I wish I could take the fastest flight, see the sunlight, yeah. Working in the office all night long, opened up shutter to see the sunrise. Pouring water, sipping coffee, another working day. I'm longing to see you, my love. I can feel you're so far. Every day's work I feel so given fate. I will give you all my love. We will never be apart. Going through the bitter or sweet, thick and thin, we'll see the spark. I know you will try your best. Someday give me a loving home. Make a wish on the stars. We will stay forever young. I will give you all my love.来，宝宝订的50个这个枕头盒子，然后再多送你20个，20多个吧，应该是。最想要看到是你的微笑，在我眼中你是最好。肉麻的调调，你不会知道，我爱的静悄悄。我该怎么往下聊？全都怪我太胆小，只会看着你傻笑，怎么办才好？可我真的没想到，你把我拥入怀抱。世界突然。Hello, baby, this is Tom Dodo. I Dodo. 别看我现在是素的，看着啊。嗯，美瞳都给你戴上吧。太幸运了，真的。哎，没了。首先，今天的送的礼物，这是什么鬼？非主流扑克牌吗？好吧，送的，我就不挑剔了。接下来就是我买的东西，这是两个手机壳。哇，好看好看，喜欢。哇，这也太漂亮了吧！这两个都超级超级好看。还买了好多装可爱的，你看。我也不知道装什么，反正就先买来囤着。刚刚去楼下文具店买了一点文具，10张白色的纸，我等一下写什么按键。还买了2只 Hello Kitty 的笔，还买了一个改正单。用修正带的机会越来越少，不会很珍惜每一个买文具的机会。我要开始了，终于写完了。对，什么时候才可以逃离写作业之？勾好之后，把记号扣取下，然后呢，带记号扣的这个针目，我们勾一个引拔针。勾好之后，起一个起立针，我们来勾第五圈。我们第五圈呢是隔3针加1针。我们现在做记号扣的这个针目，勾第一个短针，勾好之后拉大线圈，然后做上记号扣。我们再勾2个短针，2、3，3个正常的短针勾好之后，我们在第4个针目，我们勾一个短针的加针，1、2，我们这样为一组，我们先勾3个正常的短针，然后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
我对独角兽是没有抵抗力的。买它，今年给你们带来的这个是独角兽五芒星。有跟我一样喜欢独角兽的吗？来，请对着它双击。第一盒拿，这里面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史莱姆的收纳盒啊，我知道了，这里面都是一些闪粉、亮线、填充物之类的。其次，打开我们第二盒，应该是一瓶透明胶，仙女水，同样也是一瓶透明胶。加入透明胶，把我刚刚撕开的糖纸加进去，对，貌似还是糖纸，那我们就继续夹。接下来，这个是我们的毛球，哇，这个好看了，加进去，哦。啊，又是一块少女心爆棚的史莱姆，看，好喜欢。这块泥是这个碗的五分之一，现在开始起泡。我一直认为搅拌是最累的，没想到起泡。你们此时体会不到我现在胳膊是多么的酸痛，有五分之一起到了三分之二。耶！啊，今天终于发现了全起块泥是多么累的一件事情。呀，给个赞赞。给他换衣服啦。这是咱们学员正在学习制作巧克力配件，制作巧克力配件可以使用模具，也可以直接画出造型。巧克力配件一般用在慕斯和蛋糕的装饰上面。老师演示之后，每个学员都要进行练习巧克力的条纹以及模具的运用。巧克力配件属于裱花课程内容，咱们这边是专业的西点培训学校，专业教授烘焙、裱花、慕斯、法式甜品等，想学习的可以加我主页微了解更多课程。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send it to my phone, you already